心中想着阿弥陀佛，是否妄念？一心不乱，对初学的人来讲，心中想着阿弥陀佛就对了。从这个地方下手，一心不乱，有浅深不一样。我们净宗祖师讲的，有理一心，有事一心，有功夫成片。心里想着有阿弥陀佛，念念相续，这是功夫成片。有这个功夫，就能往生。这个是一心不乱初步功夫，真正到四一心呢？四一心是阿罗汉了，离一心呢就是菩萨了。离一心跟禅宗里面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个境界相同。所以离一心是法身菩萨，在华严经上是原教初住菩萨，在别教是初地菩萨。那个很不容易得到，可是功夫成片容易，什么都不念，只念阿弥陀佛，这决定正确，第六，他时常向佛菩萨和神灵祈祷，是否着相？那么在六道凡夫里面，不可能不着相。这个着相呢是初学。如果常常受大乘经教的熏习，慢慢的你对于这个相呢就渐渐淡化了。由着相到不着相。不着相还要不要拜呢？要拜。为什么？拜给别人看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，还示现八相成道，他着不着相？你说他着不着相？他不着相，不着相，为什么还现这个相呢？给众生看的，那是上台表演那不是真的。是要做出好样子来给别人看，这叫大慈大悲，这叫普度众生你不做这个形象的话的时候，众生没地方学，他不懂所以菩萨要做好样子给他看所以做出好样子，心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相即无相，无相即相，相跟无相是不二，这是真正不着相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不着相他相也没有菩萨不着相，他现相所以菩萨是中道小乘叫偏正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如何如想帮助众生助念，是否必须具备清净心及良好的德行？如未修得清净，对众生的帮助是否很小？还应参加助念吗？这问题你已经答复了，你说的没错功夫不到家，心不清净，念佛的功夫功德很小，很小也帮得上忙你帮比不帮好慢慢在帮忙当中去培养你自己，提升你自己，这就对了。下面一个问题第八个问题，学生以为现在佛门里有许多放生，弊病很多，例如放了一些小鸟，但他们往往无法自己
继续生存，许多放生呢，反而产生副作用。从某个角度上看呢，不如提倡种树，因种一棵树啊，就是放一切众生。啊，清老法师开始，你的想法很好。啊，放生确实有毛病，啊，放生要懂得，啊，不是做法会去放生，啊，那个是毫无意义，啊，要做法会了，通知那个鸟店，叫他赶快去抓鸟，啊，你要不通知他的时候，他觉得没有生意，他不去抓了，哎呀，这一下有机会来了，多抓一些，啊，这反而是害众生。不是真正放生，所以放生不可以约定时间，不可以用法会的形式，啊，真正放生是什么呢？是一般家庭主妇啊上菜市场买菜，看到这些动物啊活活泼泼，啊，你仔细观察它能活得下去，啊，你把它买来之后马上就放，这是救人一条命。啊，要懂这个道理啊，不是叫你在法会里做那个样子形式给人看，那错误的啊，所以必须要懂得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呢素食啊，提倡呢护生，爱护生物啊，这个种树啊也是一个好事情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请问老法师，做义工的天数多少？是否啊会影响义工本身往生净土？因曾有为义工说，做义工没有时间念佛，所以啊做义工个都不能往生。有些人听了这些话，就不想再做义工了。请老法师开示。没错，做义工如果着相，他所修的是福报，啊，他不是学佛，啊，那真正是求往生，也是一样可以做义工，啊，那做义工说他心清净，他是真的来做义工，啊，就像六祖讲说的话一样，不见世间苦。啊，他在这个团体里面非常和睦，啊，绝没有多言多语。啊，你看慧能大师当年在黄梅五祖的道场做8个月的义工，那你们听到谭旭法师跟我们讲极乐寺那个修武法师，那是做一辈子的义工。你看他最后往生多自在啊，多潇洒啊，不认识字，人非常老实啊，就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别的都不会啊。没出家之前他做泥水匠啊，是做苦工的啊，出家之后说道场里面所有粗重的工作别人不愿意干的，他干。啊，这个种菜呀，这个清洁卫生呢，他搞这个，都是别人不愿意做的，他做，没有一丝好怨言。啊，从来没有给人争执过，对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。啊，他心里面没有是非善恶，啊，只知道的是为大众服务，照顾大众，这个生活，自己做工也念佛，心里佛号从来没中断，啊，走的时候走得那么殊胜，啊，地仙法师赞叹的，啊，地老先生讲的。这个国内啊这些啊道场啊方丈住持
讲经说法的法师。